无数的新星，他们都是 Artist 新势力。好，你看今年2000年最流行的村庄，今天飞姐这边舞台上展示给你看，美不美啊？耶！哎，你看看，我睡不了啊，睡干了呀，都是小伙来炒菜啊，还小哦，只要拌均匀就好了，来，还小耶，哎呦，台湾影视界的传奇女神飞姐，哎，多年来一起劲爆的造型，生动的表达，成为万千家庭主妇的另类偶像，掀起风靡海内外的飞姐做菜旋风。然而，飞姐的特殊风格能被模仿吗？今天勇于向不可能挑战的魔界天王大饼、魔界教父罗志祥，即将发挥毕生所学，展开为眼先轰动的天王、教父、飞姐模仿大决战。面对这项前人未曾触及的模仿领域，两位高手背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强大压力啊！没有人愿意自己辛苦建立的招牌毁在飞姐的手里，到底他们会有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呈现呢？哎，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。二品新势力，让我们欢迎台湾影视界女食神飞姐。错了讲了半天的，飞姐的身材真的婀娜多姿呀、啊，很辣呢。而且今天飞姐竟然穿了一个黑色镂空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这个辣妹做不成，我们做个辣妈好吧？辣妈，辣妈，别这么说嘛。那飞姐是我们传奇界的人物哦，真的是饮食界的传奇。现在有多少的家庭主妇全部都会背她的口诀，你知道？吓到了，我有一次真的吓到，真的。怎么样吓到？我妈就这样看电视，然后她在那边。还小还小，哦，飞姐在翻菜啦，还小。哎，可是你们知道飞姐怎么出道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她就是模仿欧阳菲菲啊，要不然怎么叫飞姐嘞？对，真的很像哎，是啊，哎，6年前小燕有约的时候，因为最主要头发、个子啊、身材很像，那要不要来秀一下？秀一下？对啊，不敢了，因为我太久看了，太久没有秀了，不敢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来帮你唱，那你来表演。是吗？这样好不好？好吧，秀一下，表演舞蹈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鼓励表演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好，再来，热情的沙漠。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。骨头都硬掉了，真的不会，真的很棒，尤其是那个臀部有没有？对啊，你还是让我想到那个，哎呦，裤子快要掉下来了。刚看飞姐甩头那个动作，我就马上想到啊，2766/2000。哎呀，表示飞姐有那个魅力嘛。对啊。那飞姐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有两位男生在要模仿你？真的？对，还好没有他模仿，真的还有人模仿我。哇。对啊，飞姐，其实你算幸运的，因为她上两个礼拜她模仿已经是金刚芭比出现了，很恐怖的。所以呢，很像。这次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帅哥啦，另外一个呢，一个也是另类的帅哥，另类帅哥，模仿你们炒菜的样子。炒菜有什么好模仿的？在看模仿之前，炒菜有什么好模仿？模仿炒菜很难呢。我们在看他们模仿之前呢，要看飞姐一段 VCR， 你的炒菜的 VCR。真的？对，哎呦，赶快进今天的 VCR。市面上做菜的节目不胜枚举啊，但是叫得出名号的却屈指可数。今天 Artist 新势力的特别来宾飞姐，即是饮食界响叮当的人物啊。
其幽默趣味的做菜教学造福了全台湾的家庭主妇啊！简单易学的烹饪技巧满足了所有饕客的口腹之欲，只要看过飞姐的做菜节目，几乎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做菜，快快乐乐的品尝山珍海味。今天大饼罗志祥的另类模仿会怎么样揣摩飞姐的做菜风格嘞？请看。哇，好精彩哦！果然是厉害哎！哇，让我很有欲望要来学炒菜了。真的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现场了摆了很多的材料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等他们参赛者来表演一下啦。对，我们第一位参赛者呢，真的不得了了。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紧张？不会是大饼呢，是大饼。大饼啊！咀嚼狂耶，裂到耳朵那边。天哪！我炒一盘菜，一盘的菜，它可以这样用倒下去，它不会软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大饼来好了。好，我们欢迎第一位的参赛，也是我们的饼姐。我们要到这边来看到全身的造型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被挡，好苗条哦，天啊，好辣啊！你怎么把我家的衣服拿来的啊？那你怎么？飞姐，我倒是蛮关心你，好久不见了哈。啊，对。那你那个脚上皮肤病去看了没啊？皮肤病？什么皮肤病？这豹纹好不好？皮肤病。豹纹。那你自己也是，你看他肉。好了，不要再聊天了，因为大家都很想看到你的造型。对啊。准备好没？好啦，看一下你的脸好了。来。1、2、3，哇！哎呦！好像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飞姐。比较一下，一个是大号，一个小号。谁是大号？你跟我讲。当然是大号。大号听起来很难听，好不好？后面哎，还有这样子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被冰了。太可怕了，我哪有这样子？飞姐，你做菜有这样子吗？才没有，我对你印象就是这样子。你不要破坏我形象好不好？有吗？哎哥，各位现场观众朋友，我穿的这样子吗？也没有，没有那么辣吧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他只是夸张一点。没有，飞姐平常是打扮都非常漂亮。我要问一下大饼，你真的会做菜吗？我对做菜是什么？看你。就造型来讲哦，其实饼姐哈是模仿的很像啊，但是呢，还是就手艺来讲就不晓得了。动作了，我手艺非常的棒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很神奇的锅子。哎呦，我看哪一个？饼姐，今天你要炒什么？好，今天呢，我要炒的是这个菜啊，我要做的这道菜叫做。我家的公鸡，我家菜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啦？飞姐菜名啊？飞姐菜名都很平易近人呐。你现在已经开始模仿了吗？好，我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好，上身喽。欢迎大家收看《飞姐 Happy Time》，大家好，我是飞姐。今天呢，我飞姐啊，还是要教大家做这个很棒的菜哦。好，老师，我们节目里面是有闹鬼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来点音乐？好，现在啊，我们要来那个做菜啊。那飞姐要教大家做这个菜啊，今天的菜名很简单，叫做我家的公鸡，我家菜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来把这些东西都切一切哈，很简单哦哈。来，你看，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辣椒，有没有跟我很像？我就叫小辣椒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菜切一切，很简单哈，你不用这样两只手去扶，没有，你就这样随便切一切，这样丢下去就可以了。你看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丢下去。嘿咻，嘿咻，好了。没有，没开火哎，没有开火，你还没倒油。你说我要炒的、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你没有。没有要炒啊，我只拿来煮。就是我家很穷，只买得起这个锅子。不要再提锅子的事情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哈，我们再准备茄子。为什么要茄子呢？你看，茄子跟我基本上严格来说还是同色系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切茄子。屁股哪那么翘？那一边切茄子很无聊啊，那飞姐就为大家带来这首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新鸳鸯蝴蝶。我只想那东流水里我眼前。好了，炒一炒就把它丢下去。好了，都丢下去了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，点点豆豆这个好了。那我们放一点番茄，为什么？番茄明明是绿的，里面是红的呢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把它放切开来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你喜欢切什么形状就切什么形状。像我个人呢，觉得这样还蛮漂亮的哈。这样把它丢下去，丢下去的时候你要注意喽，要丢下去看哪一面朝上。假如一上一下，这样就是圣杯哈。直接拜拜呀。
今天最大菜。你要许什么愿？许个愿吧，比愿。请不会，哪有人？我不会不是来许愿的，神明过生日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放最后就是调味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调味料来准备好。调味料看到了，这些调味料他们要放有盐、有糖、有味精、有五香粉、胡椒粉，还有太白粉，全部通通给它加下去就对了。好了，我们试看。你看刚才呢，我们有说嘛，那个番茄酱放下去的时候可以顺便来把杯。那放调味料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大家跟着我心里一直来默念哦。这白要擦的加，那白要擦的加。南无大慈大悲观音菩萨。你这样家里有丧事啊？傻米吗？一边做菜一边祈福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反正不要浪费时间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哈，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放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好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要放水，不要放水啊哈！为什么？因为慧姐这个锅子很好用，一水都不用放，自然就会有水了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有没有放油？啊，怎么都不用放，因为我这个锅子很神奇，自己也会喷油。不行啦，放点油啦！你这个菜啊，冰姐，对不起，我的两轮哦。好，那只让它闷一会哈，那拿一个盖子来盖，我还没有盖子，没有盖子，来用篮子哈。好了，闷一会就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等待15分钟。马上呢，我家的公鸡，我家脆脆到清凉又好吃，又补身体，又可以滋养、滋阴、滋血的，全部等一下就要做好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等一下。好啦，三十分钟秀起来的鬼气呀哈！那现在马上就要来看看我们这道我家的公鸡，我家脆做好了没有？来，一二三，撒走！哇，你看，好漂亮呢。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从头到尾我也没有放鸡肉，怎么会有鸡呢？哎呀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锅子神奇的地方啦！大家一定要买这个锅子哈！而且你根本没有油，怎么会有油出来啊？我就说锅子会生啊！你这里少碗，我每天我都不准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道菜，来，我把它端起来哈。那端起来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会觉得，哎呦，好烫哦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教大家一句那个符咒啊，你们常常念都不会怕烫，怎么念呢？跟我一起念来。嘿咻！好，扶走了。好，来就是这样。好，来我们试看，预备，来。嘿咻！嘿咻！哇，你看看，哇，哇，好细哦。念的都不怕烫，有没有？哈，好。铁砂掌。好了，大家看到这就是我家的公鸡，我家的菜啦。现在我们请我们节目里面的小白老鼠来试试看。小白老鼠，请吃吃吃看嘛。可不可以吃了这个菜好不好吃吗？我们摆到这里来。真的可以吃啊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们台式福利社做的会不能吃吗？好好吃哈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一道最大的菜就是什么？我家的公鸡怎么样？我家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家都会呢哈。好了，那这道菜就是这样子啦，很容易做，希望大家都学起来。还有要记得，不要变成黄脸婆啦哈。做菜啊，还是要打扮呐哈。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呐。那接下来呢，在这个片尾曲的部分，我就为各位带来这首《你的甜蜜》啦哈。闭嘴。好了，谢谢冰姐，谢谢。就是那个菜呢，它通常不需要太多的功夫。有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的 cooking 的方法就是很简单，哦，新兴人类很简单，通通丢下去，这那个煮饭白痴都会煮的。但是菲姐，不要那么早做 ending 哦，还有一个人。真的吗？还有，因为只有他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要讲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示范。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，一个受创的妇女要如何走出婚姻暴力的阴影来做菜呢？我已经很牺牲了，你看打扮这个样子，我哪有像你这样子啦？然后她真的是受虐妇女，我们要欢迎那个受虐妇女吗？还有是谁啊？来欢迎我们的朱姐。笑的来了，啊！你是不是起笑？你后面讲咩？我跑我哪里来？我长期 settle 咧，哎 ，settle， 哎呀，跟他贵咧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位辉姐很特别啊，她今天穿的是那个运动路线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辉姐、啊。这位朱姐啊，平常打篮球的时候，平常爱煮菜也爱打篮球，做菜不忘打篮球，打篮球还不忘怎么样？做菜。很揣摩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好像在模仿诸葛亮。诸葛亮。对耶。诸葛亮穿飞姐的衣服，对，不是他讲话声音又像诸葛亮。谁无父母谁无屁股嘛？诸葛亮也是有姐姐的、啊，所以请朱姐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被飞姐上身了，我们赶快继续下去。那今天那边开戏啊，对，来开戏了，来了，来来来，还是露背的，你看，一直露背的，开戏了哈，哎，
音乐小找一个闹鬼啊！我今天真正盖欢喜呢。哦，你敢看得出来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啊！安尼我要加强一下啦。有啦，快出来！你叫吕工精掉。嘿，对，哎，你盖欢喜，盖幽默呢。哎呦，快来看到鬼呢！啊，啊，咱即卖呢要开始煮菜啊！哦。这个台呢，多侪囡仔拢会晓的吼。啊，飞姐的节目不是台语节目哎，你都爱讲台语，因为妈妈爸爸拢爱看的啦哈。我们煮道菜最好吃哟，叫做蛋炒饭。蛋炒饭。蛋炒饭。不好笑哟，阿你话紧，咪咪更加好笑哈。啊，煮菜的时阵的话紧，咱穿这衫呢是袂当煮菜哦，哈。咱穿这衫吼，啊那扣迄小钉吼，迄会破去，这条衫敢那二十块尔吼，啊这穿是那个脱落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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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迄认识菜刀啦吼，这叫菜刀，菜刀有分哦，菜刀、剃刀、剃头刀。哎呀，哦，这刀真正有来，咱盘下过来一个好不好？过来刀。啊，咱今仔日呢爱煮的物件呢就是火腿啊吼。啊！拍戏拍戏，阿个米哈，阿粉哈。这个笑诶，有影要真正笑诶。这个物件哈。什么呀？这些物件我嘛唔知咩啦。三色豆啦，三色豆。因为呢，我伫厝内煮饭的时阵，真少用这物件。我本身呢是无食菜啦，哈。啊，这个呢就柠檬啦。啊，柠檬会当煮菜，佫加啥物呢？会当啥？胡麻椒啦，哈。因为太太小姐伫厝的时阵，哈。还使敷脸一下吼，做一下保养嘛是袂歹一下啦吼。啊，咱今日先提啥物件咧？海笑。哦，海笑，哦，海笑，海笑。啊，要盘台咧，我搁下藏落啦吼。用火山台卡下藏啦吼。好，咱即马要开始煮菜啊吼。咱即马先下豆油，啊，咱豆油的时阵呢，爱适可而止啦吼。适可。快，快点倒油啊，快。那你菜炒好，小孩都睡着了。做好笑嘞，笑哎，你感觉笑啥啦？啊，你唔得个倒落啦吼，啊倒落是来爱适可而止就好吼，啊适可而止就好吼，啊适可而止。好啦。哎，油喷到我脸上，小朋友。啊，咱这以为先哈，哎，拍经营的毛会拍出来，是不？哎，别着人的皮肤啦吼。哈哈哈！哈，两个时阵啦吼。啊，这真正啦，卡落吼，啊，劈落一个好吼。哇，真的技术不错啊，打蛋技术不错。太厉害了哦，太厉害。啊，真的安尼落去就好。哎，袂歹。完完全全的拍出来吼，啊，咱即马就用这支吼。啊。那是点火器耶。他是就地取材啊，就地取材。很恐怖哎。你莫讲话了，大表面的吼，啊，咱即摆现场是无滴啦吼，啊，咱当了废物利用啦吼，啊，咱即个太厉害啦吼，啊，咱即摆搅拌均匀了后了吼，搅拌均匀了后，搅拌不重复，干嘛每一句都要两次啊？猎人，多谢你啦吼，啊，咱即摆时间两人倒嘞啦吼，倒嘞就来说你啦吼，你即摆听到飘飘声。声音无听到无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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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，但是无火的时阵，咱是变哪呢？哦，麦古说帮我提一个啦，吼，麦古帮我提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每句话不要讲两次啊！铁砂掌来喝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咱即马烧焦就好啦，吼，烧盖久啦，吼，啊，咱即马甲火腿进来烤的。
哦，啊，对我啊，但话唔知要阁先，我阁来电话问下。好，来继续来讲，咱即马要讲啥物嘛？咱即马只，你要讲什么？你要摆什么？你现在摆什么？来，我把肚子来，我给你提来给你。无要紧，咱即马家庭主妇，咱煮菜拢爱放盐嘛，但是蛋炒饭爱好加食到甜甜吼，啊，咱个放糖吼，加放糖的，好啦吼。咱放糖呢，爱放几撮，爱放两撮咯，两撮蛋类的吼。拍摄拍摄，我把主播看到了，拍摄拍摄，啊，你讲我哪无？你讲我哪无？你讲我哪无？好啦啦。咱即马继续，咱继续。咱煮菜 pose 是爱注意的吼，咱煮菜 pose 有啥物爱烫料啥料要改无？啊，要注意。咱这煮菜这 boss 爱注意了吼啦吼，要起档哎，要跟他起档哎，要去做一个做红胎啊。物件啊，啊你哎呦嘞，啊你煮饭这全家热热。不要给他玩了啦，不要给他玩了，我走了。咱介绍嘞，咱起码无啊，拄啊第一号的飞行讲过啦吼，无盖子咱就摕篮子来给盖落，啊盖落了后嘞，放嘞咱就两乌米豆腐。安杰开起来小玩笑哦，不要让云门舞集不要来表演，云门舞集给他找了。咱看飞姐节目后边可再形象不多，哎，真正盖赞。耶！好，半声歌呢，一个广告进了真紧。你好，那我休息一下。啊，那你休息一下，无代无志，靠卡你啦。把你气一个，来气一个了，然后爱动的废物，你就一个踢落去。喂，不是安尼做的是吼，咱导播想踢给我把酒一个，好不好？把酒，看多一支哈。你呆啦！哦，你导播真正盖高，嘴叫你滚就对了。好，转去哈，咱今麦加只红布呢吼，咱来拍开。哥啊，今麦变一个水水的盘啊！听啦，哥啊！咱今麦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有看到？好啦！看到啦！浪费时间快点！啊，看到了，连这饭就介好食啦！咱敢好食？食物件爱用饭店，咱食物件直接用嘴吃。太好听啦！太好听啦！咱食到啦！飞姐，你觉得他们两个的表演如何？是怎么样？说真的，他们两个表演真的很好，很尽力哦，真的也牺牲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请我们飞姐呢做最后的决胜舞步啦。是的，来，我们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就要把那个优胜者的手举起来哦。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。我的衣服是一组的吗？对啊，这么难抉择之下，飞姐还是选择了大饼。我想问一下飞姐是什么原因啊？为什么会选择她？因为是，因为我觉得做菜当然是两位都表演的非常好，她很爆笑，你就把我们肚皮都笑痛了。我给你拿来比赛的，然后比赛，你只要第一名，第一名了哈。起码我得你恭维啊！你干嘛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是觉得做菜呢，她的打扮。跟我比较像，因为我做菜的时候，我头发一定是盘起来的，一定是扎上去。第一个比较卫生，你觉得造型？大饼造型哦，比较像过分的辣太辣了，我没那么辣，好不好？我是有一点辣，带一点端庄高贵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是真的，对，那好像去那个煎的那个。够了，所以我是觉得他打扮呢跟那个造型比较像了，所以做菜比较干净一点。那他呢，当然是没话讲，下次给你第一名。
好，所以真的好可爱，他是不是太可爱了？他已经很用功了，对呀、啊。看我的那个录影带看太多了，两位都很优秀了。我有话要说，有话要说。大饼说，我们要问他说得奖感言。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，就是请大家呢，如果你没有看过菲姐的节目，千万不要以为菲姐真的是这样做菜，因为做菜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啊，我们不了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能这个博君一笑这样子。好玩，结果有没有生气？没有啊，没有好玩，开心跟大家一起玩。没有啊，笑死了啊。哦，那这里的青筋是怎么回事啊？很高兴来看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真的很开心来这边参加你们。好，好，谢谢菲姐，谢谢。